未曾设想过的同一配音。此刻寂灭之时，作为原神里雷电将军的配音演员，人美声甜的菊花花老师，那可是大姐姐专业户了。舰长，你会不会对别人也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团长您好，我的名字是艾玛，希望我这个样子不会吓到您。好不容易才有的休息日，陪我一起约词汇怎么样？战列舰提尔比茨就是我了啊，好麻烦，赶快收工回岗休息了。本以为菊花花老师只是车技好，谁能想到竟然只是表面从良啊。哈，我们这里可是积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儿童节目。